刚刚踏入2022年，我相信不少朋友都见证过我2021年疯狂的淘宝开箱。根据我个人的统计，原来2021年我买过的淘宝物件都超过了100件。不经不觉我都用了这些产品一段时间的了。今天就想跟大家在我2021年买过的超过100件开箱产品当中，严选10件好物推荐给大家，同埋亦都会分享一下10件令到我后悔的淘宝产品，希望大家有一个参考。在这里提提大家，月尾开始，不少淘宝的商店会开始放农历新年假，大家记得把握接下来一两个星期去淘宝买东西。现在淘宝做着年货节，官方有很多精选的产品，另外淘宝特别推出红包主场，有红包给大家买东西。年货节同埋红包主场嘅 link 我都会放喺影片嘅文字介绍栏俾大家 click 入去。着数嘅嘢又点止咁少咧？我仲揾咗啲限量嘅优惠码送俾大家，只要大家喺我嘅年货节同埋红包主场 link 嗰度买嘢，用我嘅曲买嘢，买满380可以减38蚊，买满680仲会减88蚊，真系好着数啊！咁大家记得睇我嘅文字介绍栏啦。现在我们就开始十大好物推荐了，跟着呢就要介绍一下这一样家品。好，咁就咁睇呢，大家估唔估到佢我嚟做咩嘅呢？咁其实呢就係我嚟晾嗰啲被呀。咁草根猫呢就係住喺一个蜗居嘅，咁啲衫呢其实就冇地方晾，就只能夠咧買個呢啲可摺疊嘅晾衫架。當啲衫咧掛曬喺嗰個晾衫架咧，其實你係冇位咧可以掛到你嗰啲床單啊、被單嘅。咁呢嚿嘢有個好處啦，就係咧佢可以令到你同時之間又可以掛到衫，又可以掛到咧嗰啲被單啊。咁佢呢度咧就有一個位，就係咁樣。系啦，一拍咧就紧噶啦。咁我而家试下晾，晾张梳化毡上去啦。系啦，晾张梳化毡，因为梳化毡都唔少嘢噶，都成张被咁长噶。咁我喺淘寶間家品店咧就買咗呢個晾衫夾嘅，咁佢介紹嗰陣咧就係話呢個夾咧嗰個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咧大家咧唔需要咧揾隻手去夾，咁只需要咧將件衫直接騰上去咧咁就夾到噶啦。咁而且咧佢呢個設計咧就唔會令到啲夾同夾之間咧係棘住嘅。就咁樣咧，勾上去咧就 OK 噶啦，而且咧都好實。咁想咧攞翻只襪出嚟咧，只需要輕輕撳一撳呢個位置，就好快可以攞到落嚟噶啦。咁就已經攞咗只襪落嚟噶啦。咁首先咧，我想同大家咧就介紹咧。呢一個嘅充電線我已經回購過好多次啦。品勝牌子係啦，聞咧喺內地都係一個比較出名嘅牌子嚟嘅。條線咧係差得非常之快嘅。我其實買過好多充電線㗎之前，但係咧之前買親嗰啲充電線咧就真係差得太慢啦。一係咧就用用下就用唔到。咁佢係三個頭嘅，係啦，而且有唔同長度可以俾大家揀咯。
好，跟住啦，就介绍下呢一样嘢。佢係一支長夾嚟嘅，如果大家屋企咧有啲嘢擺喺可能吊櫃上面好高嘅，唔想下下都擔張凳仔擒高擒低去攞嘢嘅話，都可以透過呢支夾咧去夾佢落嚟嘅。佢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中間呢個位咧，就係咧可以令到呢個夾咧折埋變做咧即係細啲啊，係啦，咁樣就變咗咧，你如果平時唔用嘅時候收埋咧就好慳位啦，要用嗰陣咧只要將佢。咁樣駁翻埋，咁就已經 OK 噶啦。好，咁我而家就即刻示範咧，夾啲嘢落嚟啦。好，而家我試下最頂嘅壽桃牌螺絲粉先。嗱，咁啊唔使擒高擒低啦。攞包薯片先，攞隔離嘅薯片。好，搞定。咁入到嚟洗手間咧，我就順便介紹埋呢嚿嘢啦。咁呢嚿嘢咧，我就唔知道佢個官方名稱應該叫咩啦。咁總之係駁喺個水喉位嗰度。咁我覺得佢幾好用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以前咧用朗口鐘刷牙洗面嘅。咁但係咧，每次用得耐咧，嗰啲朗口鐘咧都會咧有好多積喺個杯入邊，又滑潺潺啦，又要定期洗。咁自從我加咗啲舊嘢之後咧，我每次刷牙咧，我都唔需要用朗口鐘，我直接用這個呢個去開水朗口咯。咁我覺得係幾方便嘅，而且咧有佢之後咧，嗰啲水力咧其實都猛咗好多啊！以前咧咁嗰啲水咧冇咁勁噶。咁另外咧，大家留意翻啦，佢咧本身水係就咁樣直接向下流噶嘛。咁你加咗呢個咧，你可以咧改變佢唔同方向。有啲人屋企咧有小朋友咧，佢可能要擔張凳仔企高先洗到手，咁又要遞到隻手好遠喎。咁你加咗呢個咧，個小朋友就唔使遞手遞到咁遠啦。咁仲有咧，就有時我早上咧會
即係可能刷牙咧會有啲牙膏質喺度啊，又或者例行清潔洗呢個洗面盤嗰陣咧，都會有啲清潔劑啊喺度，即係擠喺度。咁即係例如如果清潔嘅時候噴啲清潔劑，跟住噴完之後咧就可以有呢啲水啡一啡，跟住再揾嗰啲海綿再抹，咁啊好方便啦。咁所以我都好推介大家可以加呢嚿嘢喺自己個水喉位嗰度。呢件淘寶好物咧，就係一個透明嘅膠鏈，佢非常之好用。屋企咧，如果有一啲小工程嘅話，都可以用呢個鏈去保護你嘅家私，貼上去咧都好方便嘅，貼一貼再拉一拉就可以將佢變成一個鏈。本身最頂就有一層膠紙，咁直接咧已經可以貼到嘢噶啦。左右同埋最底嘅位置咧，我哋自己揾啲巢皮膠紙去貼翻喺嗰啲傢俬同埋咧地下上面，咁就冇問題噶啦。之前屋企就有啲小工程，話說咧大廳嗰啲燈咧入牆嗰組電線出咗問題，燒咗，咁廳咧就完全冇燈用啊，好慘啊！要鑿過埲牆換過曬嗰組電線先得。由於鑿牆呢個工程咧係一定會令到全屋沙塵滾滾嘅 ，sofa 啊、電腦台呢啲咧實在冇可能為咗兩三日嘅小工程而搬走，咁所以咧我就用咗呢個鏈。將全屋的傢俬包好佢啦，基本上包一層咧都已經 OK 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小工程好似呢啲鑿牆嘅咧，咁大家咧最好鋪翻兩層，咁就萬無一失啦。今次我淨係換冷氣，咁所以咧我只係喺床褥同埋換冷氣嘅過程可能會經過嘅一啲地方嗰度鋪翻一層，例如話房嘅門口啊，或者大門附近係咁已鋪一層啦。跟住落嚟嘅呢樣嘢咧，就係房間嘅家品嚟嘅，有冇人估到是什麼來的呢？這塊東西就是用來攝在床罅的，可以拆出來洗的，裡面是棉的，尺寸就可以訂做的，給它個尺寸，它大概整一個禮拜左右就已經 OK 了，顏色都可以選的。這塊棉這個就是我將床褥和埲牆之間的床罅，咁攝入去，其實你就已經好難攞得翻部電話出嚟噶啦。我而家就擺嚿棉落去封咗呢個位置。依家咧，就算電話咧擺到咁床邊都唔怕啦。同埋咧，填滿咗呢條罅咧，我唔知點解覺得好滿足啊！可能有啲強迫症，唔想啲嘢有罅。其實我呢邊咧都有個好大嘅床罅嘅，但係因為我有啲公仔攝喺度，咁所以我唔特別整咯。咁如果大家有呢啲咁闊嘅地方要填滿佢咧，都可以度身訂做翻一個啱 size 嘅，填翻滿佢。大家即係可以填滿咗之後，又多咗個空間，就闊啲咯張牀。為了跟大家實測呢部破壁機，我在不同的鋪頭度買了啲食材，加埋屋企本身有的材料啦，咁希望可以試到大概兩至三款的食譜俾大家看一看。
跟住落嚟就系我哋年度十大后悔，又或者十大中伏系列啦。第十位挂颈无叶风扇，呢、這个风扇我买咗翻嚟之后，发觉自己用嘅次数都唔超过三次啊。最主要系因为风力唔够，同埋拎出街咧都几麻烦。你唔用嗰阵，又或者食嘢嘅时候又要代起佢，所以打入咗我嘅十大后悔之一。第九位厨房用的三角架，这个三角架我买回来的时候都觉得隻色货不对版，搞到不是很想用，同埋后来觉得如果你所有东西摆在三角架那里擎干水呢，其实是很容易发毛的，所以最后都是打了入懒工。第八位厕所清洁泡泡，这个泡泡只能够对厕所普通的污渍有些作用，顽固少少的都是要用厕所刷，久而久之我都没什么点用它了。第七位帽的收纳架，这个帽架我买回来的时候觉得它收纳是 OK 的，但是拎帽那时候就要小心点了，如果不是很容易会跌晒全部帽落地下，由于用起上来又要小心又要就住晒，所以久而久之我就没用它了，变成了我的十大后悔系列。第六位按捏用的酒精笔，这支笔虽然很好用，但问题是成日都要带支笔出街，每次搭捏的时候又要找支笔出来按捏都挺烦啊，找得来已经一早按了捏落埋楼下了，所以我现在用的次数是零啊，基本上我都是直接按捏算了。第五位浴室吸盘钟，不知是不是因为厕所长期有些湿气，这个钟的防水又做得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买了这个钟回来不够三个月就坏了。我在香港就买了一个比较贵的真防水钟，用了半年时间都还是很掂，有时的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了。第四位保鲜袋，这个又是后悔的，当初我买来呢是想装下些垃圾又或者装食物入保鲜袋，但后来发觉呢完全没用过，整卷东西还是放在家里不知道做什么。第三位 iPhone 耳机，这个耳机买回来头一个月都 OK 的，音质都不错，但是第二个月开始我部 iPhone 成日都感应不到个耳机啊，最后都是要去 Apple 店买回原厂耳机才用到。正所谓江湖事江湖了，这个故事教训我 iPhone 嘢 iPhone 了，下次买 iPhone 配件都是去 Apple 了。第二位电脑袋，这个电脑袋虽然做工都 OK， 它入面有些棉保护你部电脑不受到冲击，但是就有点重，而且它的 size 只是刚刚好，理论上我应该买大一个码的，但问题来了，现在的袋尺寸刚刚好都这么鬼重，买大一个码就更加重，加上电脑袋在深水埗又或者普通电脑铺买都不是说很贵，真是没什么必要上淘宝买啊。终于来到全年最后悔的淘宝产品啊，就是这个衣车了。这个衣车用来补下一些很薄的布料，例如夏天衫是 OK 的，但是厚少少的好像啲外套啊牛仔裤完全是补唔到啊，简单啲讲只可以用嚟补夏天衫，但是我有几多件夏天衫要成日补呢，讲到尾只是开箱示范用一次，同埋之后系咁以补过下啲薄衫用过两三次啦，跟住个结果就是大家都明啦，呢、这个就是成为咗我全年最后悔嘅淘宝产品啊，真係后悔到不得了。以上就是我2021年的年度淘宝回顾片，不知道大家看过我这么多的淘宝片里面有没有跟过我买一些淘宝开箱的产品，还有你们觉得用完那些产品之后是好用还是令到你后悔呢，不妨留言告诉我。好，我们下条影片再见。